今天还是拌饭啊，细活拌饭，米饭还一小碗。啊，给他加去吧。这什么情况？这是倒一小碗。这金灿灿的细活看着就流口水啊。倒进去。还有炖的特别烂乎的红烧牛尾。哎呀，这怎么跟炒肝似的？最后一个菜绝对是个下饭菜，一小碗鱼香虾球。嗯，我就这味儿，好吃。我前两天发现了一个草莓手打柠檬茶的，到时候咱尝尝啥味儿。先来一口这个蟹黄拌饭啊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嗯，哇、哦，鲜，哇，太鲜了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家财万贯不如蟹黄拌饭。就这黏黏糊糊的蟹黄拌饭，你们给啥我都不换。哇，真的，这蟹黄拌饭也太鲜了。这么吃蟹黄拌饭才过瘾呢！再来一块红烧牛尾啊，这肉一抖就下来了。嗯，完美脱骨。哎，好像有个快递。哎呀，原来是我刚买的手机到了。最近苹果不是出新款了吗？但是我发现现在上转转买二手苹果才更划算。我这台苹果13 Pro Max 只花了4800，比新款便宜5000多呢。省下来钱我又在转转上买了个耳机，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真人检测，只卖正品，真心推荐买二手。就买官方验过的，这是刚才抖下来那块肉，这牛尾的肉香味可浓郁了，咸香软烂，就这骨头上筋膜都贼好吃。我别说，草莓味还挺浓，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莓糖果的味儿，再沾上点辣椒油，哇，油汪汪的，馋没馋出鼻涕泡来？嗯，我这红油味行啊，蘸上这个牛尾特别解腻。直接脱骨了呀，这牛尾真是炖得太烂乎了。咱把这块牛尾也抖了下去啊，来个牛尾肉拌饭，往这个米饭上面又加点红烧牛尾的肉汤，黏黏糊糊的一口拌饭。这有点白米饭，再拌一拌，不允许有白米饭的出现。哦，我真太喜欢这种黏黏糊糊的米饭了。纯纯的一口肉汤拌饭，嗯，哇，哎，还混合着一丝丝鱼香虾球那个汤汁，哇，真不错。给小助理盛一小碗，来两个大虾球，再来一个，一块大的脱骨牛尾，有蟹黄啊，肯定得给小助理留蟹黄啊，就这配置，相当丰盛了吧？咱再尝口这个鱼香虾球拌饭。我发现不管什么食材，它做成鱼香口都特别下饭，而且这个虾肉特别 Q 弹。但是我觉得跟鱼香肉丝相比还是差一点，还剩最后一口。嗯，行了，就这样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呢，记得点三连哦，拜拜。